上，穷行向前行，南去千年总比空天老了发通，真是开心。参加今天长青健走的所有的这个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嬷，我们各位乡亲，各个老人会跟各社区的代表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是重阳节的系列活动，先祝福大家这个九九重阳，这个健康九九，幸福九九，这个秋高气爽，这个健行的好时节，这个人家说哈，心脏就长在脚底下，哦，健走，这个心肺功能可以哦扩张，哦，中午好吃饭，晚上好睡觉，所以希望今天大家的健走带来健康，带来一天满满的活力。向左边，左边，请看向右边，好，看右向左边，看左边。往前延伸，呼吸高，伸展，看谁举比较高，哇哦！下一次手下上，蹲上，把你的距离哦，右脚往外踩，右脚往上，消除下来的歪歪袖。来，我们往右边走两步，身体转向左边，看着我们最后的动作，来，手收进来。来，双手，谢谢，往上，谢谢。
来旗鼓第一响，祝身体平安；第二响，祝事运亨通；第三响，祝吉祥如意。2020桃园乐活重阳季，越走越年轻，中华胸前行。领取小礼物，同时在你手中的这个矿泉水，要记得把它这个收好。Yeah.
对不对？好，送给你小礼物。